内鬼能当灭霸，这个模式好像不错哟。小白妹，快开快开！我要当内鬼，打个响指毁灭你们！哼，表姐没机会了，这把内鬼还弱啊！在灭霸模式中，内鬼只要是积6个宝石就能打个响指，让成员全军覆没。当然，失去宝石的时候还不能被看到。呀，大意了！灵魂宝石成员和内鬼都能失去，这样让早早捷足先登啊！我把灵魂宝石给捡了。 灭霸有本事来打我呀！早早你好勇敢呀！我跟着你，你撞我嘞！可恶的臭早早，你就作死吧！等我找到机会刀了你，宝石自然会重新上线。小妹妹，我要当独行侠，你别跟着我。内鬼通常都会盯着偷了宝石的船员，早早你可上点心。算了，再跟下去有所怀疑了。先去医疗室检查检查身体，反正其他宝石都是我的囊中之物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灭霸本霸。怎么人都跑光了？进通讯室瞧瞧。 哟呵，时间宝石正好没人，我就收下了。时间宝石可以禁锢一名船员，我现在用不上，继续收集。船员有8项任务，每项需要完成2次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太好了，餐厅里有心灵宝石，我来了！哇塞，空间宝石也在，一箭双雕，美滋滋呀！我都有4个宝石了，不找人试试威力，感觉我玩灭霸呀！哦，是小黄，他跑进有骑士了，嘿嘿，等等我！我去，啥情况？这么多人扎堆在这儿，我还怎么动手呀？ 哎呀，你们快回去做任务！只要我活着，灭霸就集不起宝石。早早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算了，我先找找现实宝石吧。空间宝石随机传送，看能不能抓个落单的。瞬移到了实验室，隔壁就是配电房。有了，天天请闭眼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好黑呀！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是早早的深夜，他想修复灯光，确认没人尾随。哼，给我变成鸡腿吧，让你嚣张顶着自拍逼我动手。 我也不想哎，这内鬼的自我修养，现在不妨大胆点，不跑了，等个几秒钟再主动点尸体发起讨论，这样反而能避开嫌疑。小表妹，你是第一个发现鸡腿的人，有没有什么情报？表姐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进去的时候早早就已经躺在那了，内鬼肯定从下水道逃走了。那个时候我没在配1电视，肯定不是我。好吧，那只能够平票了，游戏继续。 nice， 这个计策果然有效。又回到熟悉的场景，黑客房间找灵魂宝石，王者又被其他人拿了。哦吼，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快捡走呀！出门就撞见小黄，把他引进氧气室。进来吧，快进来吧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这时候破坏反应堆，传言着急修护，肯定没时间过来这里。小黄还挺警惕的，不过没救了。我盯上的人必须带走，用时间宝石禁锢再刀了，再用空间宝石瞬移逃脱，完美。 正好到了反应堆，那就有充分理由说明自己不是内鬼。报警报警！我在氧气室里发现小黄的鸡腿。我先说，内鬼破坏了反应堆，是我修复的，所以我没时间作案。倒是表姐，你不去修复反应堆，跑去氧气室干什么？有点贼喊捉贼的嫌疑哦。我迷路了，也不知道该相信你们谁。我弃票。照这么看，小小应该不是内鬼。 小表妹鬼灵精怪的嫌疑最大，这下我偷偷跟着她。小小，你守在警报室，一有情况就把小表妹给投出去。糟了，船员联合，那我很容易就输了。现在就上现实宝石，只要合成无限手套，我就稳操胜券了。表姐在后面尾随，小小随时会按投票按钮，必须快点找出来。等等，前面不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现实宝石？哼，不掩饰了，无限手套赐予我毁灭之力吧。表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无限手套，小表妹，我就知道内鬼是你，小小，没机会了，打个响指送你们进阎王，嘿嘿，这个模式太好玩了。